小齐炫近日参加综艺《饥饿游戏》，跟随节目组到澳门塔挑战高空弹跳。日前，他透过社群分享了当天的照片和影片，只见他穿着防护设备从高塔上纵身跃下，害怕的高声尖叫。小齐炫在文中表示，相信大家观看节目时都能感受到他有多害怕，也大方公开影片，透露当天感冒烧瞎，所以只能发出杀猪般的叫声。不要这么突然。然而后面几张照片中，他的脸上出现了密集的血斑。原来小齐炫从高处跳下后，脸部、颈部的微血管爆裂，导致皮肤出现大片红点。虽然录制节目时尽力靠化妆遮瑕，但隐隐约约还是能看到。不过他仍十分正面的表示，这是很特别的纪念勋章，也很感谢能有机会挑战新事物，真的是很幸运啊。Bye.